而且丁宁对这个相持球落漂亮漂亮，来找到一些破绽吧，对，漂亮，9-8，对对，漂亮。车上出台了，侧身，哎呦，擦边了，擦边，第一球已经好几个了，对，刚才是一个擦网，对，决赛里面和自己队友国家队的这个，毕竟是全满贯的对手呀，对，如果可以获胜的话，这对王曼玉以后的今后这个自信心，那。下一个关短相持好球，像丁宁的话我们都知道他是90年的运动员，那对战他的这个王曼玉呢是99年，比他小9岁，对，整整小了9岁，所以这个作战经验这一块确实是还是王哎，这样漂亮，丁宁这个正手第一板这块确实要注意一下，哇，这个球擦边了，没，我认为侧边，我认为侧边，
侧边。啊？啊，裁判判了是上边。裁判判的是上边。有鹰眼的话，我认为王曼玉可以挑战一下。嗯。哎，我们看一下最终，我们看最终要听主裁判的。嗯。丁宁说他没有看见，说如果王曼玉说上边就是上边，王曼玉说侧边就是侧边。对，裁判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对。那么现在的比赛继续。对，我想作为这种高水平的受到影响的是漂亮。好说现在王曼玉打的并不是像第一局连续相持发力，再来漂亮相持往前站，哇太精彩了。这个你像王曼玉这样打下去的话，她我认为是对的。至少她把自己的一些我拼尽了，把自己的一些特长特点要寻求突破的话，只能在进攻里面，进攻体系里面。漂亮。在进攻体系里面。九比九。或者在进攻领域里，寻求更多的突破办法。拉起来。漂亮。对了，完全对，还是很好看。对。坡度这没关系。漂亮。这也没有关系。前站，这比赛上，吴斌王曼玉什么换杀球，漂亮，双方的作战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。漂亮。漂亮。我觉得这个是王曼玉里边第一次相持得分，平时一到了这个节奏里就完全是丁宁的得分。对，那这个球赢得不容易，一直拼的。对，球上拿起来，哇，漂亮。不想纠缠太久，他想通过再调整再重新拉一板回到自己的节奏，但是这一板呢拉失误了。哇，这样王曼玉11-7就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。拿下了他王曼玉对战京宁，第四局比赛开始。丁宁现在已经落后一局。对。哎，漂亮。漂亮。这局开局还是不利啊，对丁宁。对。
面。嗯，对。啊，在相持的并，在相持的对抗相持过程里呢，你看他这种球大一点的丝，啊，反手的时候大一点的大角度的从左到右要给王曼玉打开，啊，因为。但这是有时候也实在是没办法，想变现，但是这个实在是变不过去，这个没办法。他的节奏啊，包括他的，哎，这里王曼玉想到要变了，对你。哎，运气就擦边，这次好像没有争。嗯，丁宁的话，你就不能靠，哎，就是不能靠这些擦边擦网来解决，超越其他人的那些本事。嗯，比如说，漂亮。对，我现在看出就是王曼玉拉球稍微有一点侧拳，说还架的有一呀，有点高还，所以他这个球从丁宁的这个正手位拐过来以后，丁宁他就不太容易对上那个点儿。对。我觉得，看确实是，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。现在，王曼玉他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呢，特别是，第一板球过来的那个质量啊，他并真的不是特别高，但是他那个球的发短的为主吧，应该打起来，哇，漂亮，这么久了个好球，是的，在中间，哎，发一个不断的，哎，勾着球起来以后，相持往前上，往前上，漂亮。对对。我们看丁宁现在。哇，漂亮，就是感觉他扛不住，每次都是完美。抛起来啊，9-9，太追求质量了，是的，这个角度有点太大。漂亮。看到王曼玉知道这一板力量肯定不轻，对，会一个勾手勾到丁宁的正手，把中间拉起来，哎呀，哇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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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这个技术一致了，是的，所以现在王曼玉已经是3-1了，对。好，我们稍事休息。1-2，这局丁宁先得2分，我们看看他是不是
这局又能恢复到前面的那种哦。哎，关键是王曼玉的进攻呢加强了，所以说看看丁宁，平时丁宁把丁宁逼到这个份上，真的今天王曼玉真是神了，漂亮。漂亮，漂亮！王曼玉开始反攻了，哇！打着打着就进攻，丁宁在招架了。看一下这回放，好，从这一把。王曼玉打的的确太好了，今天打的太好了，从战术意识，包括在场上的这个应变调整，对，把握机会，调整，调整自己的场上的思路，漂亮，超级球，是的，这个球就是超级球啊。我们看丁宁叫了一个暂停，对，因为这个现在是第一局呢，是丁宁很轻松的就赢下了，然后王曼玉是从第二局一个中断之后开始反追，现在已经连扳了三局，现在6-3领先，所以对丁宁来说现在是很关键。在这个体系战术体系里面，丁宁应该多做一些思考和多做一些准备，因为现在目前看比较惊艳的球，很多很多意外的高级球，这样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对，你现在丁宁现在已经站到这么前的位置，还时间差和节奏上的把握和控制，你看王曼玉现在正完全打热了，你就是怎么打怎么有，对，现在已经完全打热了，对啊，没有办法，对，输掉这场比赛了，往后站，往后站，我已经有感觉了，我就是说丁宁也未必能顶得住，哎，再一点再实话实说，我们看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想搬回来可能性几乎零。对。因为这个大把的赛点。对。10-5的话，我认为是技术暂停嘛。对的。拉起来了又。那是。可以叫技术暂停。可以叫。教练，果然教练给叫了暂停。我们看王曼玉的教练给叫了个技术暂停。果然，这个我们在场外啊，就包括教练在场外看的这个会更清楚的。对。暂停结束以后呢，那王曼玉有什么好的办法尽快让这场比赛尘埃落定呢？我看这个球应该王曼玉还是应该两个发球，她应该发出两种变化啊。我觉得应该这样，两种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是的。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产生了，是由黑龙江的王曼玉。王曼玉，对，我恭喜王曼玉。获胜了。